这个能碰撞，就把块头长大一点，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。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，啊，这个是我的隐忧。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，啊，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，咱们真见识。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。 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，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。保护好眼睛啊！一国两制的伟大意义是为实现祖国统一找到了最现实、最合理的途径和方式。我觉得这场课意义非凡，中华民族一份子。 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，我也更加坚信我们澳门的年轻一代是有为的一代，是值得骄傲的一代。从小呢就给他扶正了，我们共同给他浇水，实际上呢也在为你们浇水。现在不要拿这儿，你看你这个时候就是不注意安全的。 他是他家的女儿，下一代的孩子，我是啊，鼓励你们还是要多外出多运动啊！你看你们来这里种树都挺好，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，祝你们茁壮成长。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阳光灿烂的笑容。 我觉得你们就是祖国的未来，祖国的希望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希望你们有志向，有梦想，时刻准备着，将来要接班啊！有没有这个信心啊？有。励志，这是人生的航标啊！ 这个志向也很多，首要的志向还是为祖国、为人民。希望孩子们啊，真正做全面发展的人才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最终都能成为啊，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国之栋梁。我预祝你们成才。